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机械降临多助结局星穹铁道出花旗舰路已完结，活动攻略 2.4 版活动出花剑侠祭祀出花剑客行魑魅王两密本奇谭威银灵丹机械降临第一次事件第二次事件最终事件。不错，现在关于如何击败斯科特，嘿嘿，我记得当时3月7，当然我信了。马上就要和紧张什么，可是师傅们肯定可为什么要执着，来把你行了，你别抢，编程讲究少这样，后半你懂什么啊，这叫3月7，我那是不敢来吗，能把迟到说也不知道银狼，嘿，哇，我的剑术，尊敬的3月7，不能，但是请银狼给我的药我会在剑尖，我是不是听到他，好嘞，控制系统怎么回事，我识别到更尊敬的3月，不好，谢放，求你一次，这机甲不便宜，你别给我玩坏了。当然，只要你们不还手，机甲就会毫发无损。好家伙，这是什么赛博剑法？嘻嘻，斯科特专员，哼，你像公司的机，你现在更应该私人的数，这怎么还能？哎，你，3月7，我们斯科特学猪叫和学。哦，我是说大，好好好，你然后你们等我酝酿一下，破歌怎么唱的来着，想起来了，公司机甲猪头菜肴，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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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还唱了斯科特专员，我什么，嗯，爸，这可是老大，别可是，稍等，什么还是相信云静，你不会明白的，我又学了句仙咒俗，三月，我在给星穹列车写信，你这个引用啊，那多没意，我特意翘班，哎，稍等我几次，